个传统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。不仅庆祝新年这个传统有几千年的历史，我们的姓氏也有几千年的历史。是吗？你能给我数一数中国所有的姓氏吗？我可说不全，但是我知道有一群小朋友能说全。我们这些海外长大的孩子们，通过学习百家姓，了解汉字、中国姓氏，从而传承中国文化。请欣赏学前班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《说说跳跳》百家姓。
头顶上面有